保安局已经定性今次嘅事件为恐怖袭击，已经有一批雇佣兵嚟咗香港。今次呢几个杀手嘅身手，佢见过杀夫嘅雇佣兵。破解呢堆加密信息系唯一可以阻止呢场恐袭嘅方法。而家怀疑你同一宗恐怖活动有关。今次的事件相信是由龙英社在幕后操纵，哪个犯法就拉哪个。我都未惊过啊！本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悲剧。救命啊！就嚟放监至嚟逃狱，佢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。你讲大话！你怀疑我哋 O B 嘅内鬼？有时正同邪，好与坏，中间仲有很多灰色地带嘅。我哋唔应该做朋友。以后不要再跟我提结婚两个字啊！你真的不多点。生物的本性就会尽全力去逃避曾经受过的伤害。这些通通都是基因要控制我们的把戏。我很爱我老婆，我要见她的。老公啊，你终于来了。我要报仇，我要全世界陪葬，全部人即刻离开这里。逆天奇案二。Julie， 今日天气预测。今日日间最高温度25度，入夜后温度是20度。Julie， 导航，我要去工业村。继续直行，前方100米后转左。Julie， 帮我打电话俾俊朗。5分钟后有凶案发生。Julie， 帮我打电话。你将会成为下一个被杀嘅目标，凶手就喺你后面。死亡信息来自未来，定系嚟自不为人知嘅神秘力量？夺命提示。仲记得啱啱接任主席呢个职位嘅时候，有个记者朋友问我，我心目中完美嘅机场系点样？IAC 是机场的大佬，我的责任就是要确保整个机场运作如常，不可以受任何影响。港湾每班机每个客人，我都有责任确保他们的安全。第一客运大楼全设宣 deck， 发现一件没人认领的可以行李。打风落雨不要紧，最紧要不要行雷闪电。这里有个导游不见了个背囊，里面有20个客的 passport。总之你记住啦，1蚊都唔可以俾少，每个月都要准时嚟见。我都话呢件事唔使你理咯，我唔该你以后唔好再理我啲私人事。我希望见到机场入面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他是旅客或者机场员工，他们都是面带笑容。非常日志，劲威威零食，一家大细争住食。等埋等埋，我是你哋公司 IT 部唯一嘅负责人赵一鸣，条片片长15秒，15×24=360。佢叫钱大海，大老板，人称老虎狗。张图 P 嘅吓 ，P 嘅，整个 copy 俾我，得，我先去搞掂佢。大先生，继续查7宗，要查咗主谋。咁谂住点查？唔系我查，系你查。我查？你哋个个都有嫌疑，一个国家偷朝篡位。个女翻挞寒酸前男友，我唔同佢讲废话，佢要报警啦！个仔背住公司另起炉灶，佢毒死你噶，炸死机啊！你好炸死！条女仲衰，直头移情别恋小鲜肉，
救男女咁开枪。原来奇英遇上小子，除咗火星撞地球，我即刻出嚟飞起啦，仲撞出好鬼多火花，简直系夸啦啦啦！我中意你。神奇小子，我以为同甘共苦嘅感情会系无坚不摧，点知世事难料。一场意外令我变得一无所有，我唯有用尽方法补救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成功，和这个男人结婚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，可惜被人破坏了。我真的很生气这个女人，但我不想输，求下你不要抢走属于我的一切吧。人到中年，事业有成，仔仔可爱，但有两个女人令我很烦恼。一个是和我奋斗半生的原配，一个是陪我走出人生谷底的红颜知己。真是情义两难处，难道件事又去翻七年前咁？再见枕边人。有人说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不过包专员的信条啱啱相反，似你的正义并非正义。上庭即是要受害人的家属再次面对丧亲的伤痛，还原百分百真相，抚平受害者伤口。所以我真正追求的可以还原翻整件案的真相，安抚到受害人的伤口，不是什么88%、99%，而是100%真相。我认罪。镜反射触角是恩赐定是助咒？你能够感受到人哋嘅触觉，甚至系痛楚，你又可唔可以感受到人哋嘅情绪嘅咧？就系因为你有镜反射，就连杀人嫌疑犯你都走去共情，你唔觉得咁样好讽刺嘅咩？你有啲咁嘅怪病，连你嘅亲生老母都怕你。你帮好多受害人伸冤，系因为你个病逼你做好事。但如果你个病系逼你做坏事，我想你衰起上嚟唔会好得过我几多。抽出一切真相，反其道而行。非常检控官，我是律政司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包希仁。